KPL 历届总冠军回顾。恭喜 STAR 获得了胜，我们荣耀冠军杯的总决赛冠军。来台上举起属于王者的奖牌，可以看一下无痕旗舰店的根本不打人二级的西部，让我们恭喜 AG 奖冠军。我们小伙子跟韩烨真的是后路先革，帮助整个仙兵举起了这个奖杯。好，黑水晶恭喜六星 Happy 4-0战胜了 AG 超玩会，拿下了2017年 KPL 春季赛的总冠军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是冠军。最后一个人已经升了起来 QG Happy 的无名选手以及教练格明尼冲向了我们的冠军之旅。2017年王者冠军杯总冠军 QG Happy，恭喜！阿贝，那我们恭喜 QG Happy 获得2017年 KPL 秋季赛总冠军。嗨，恭喜你们的奖杯！这个世界最美的风景就是你们捧着奖杯，大声地说，我们见过。掌声一下，垫掉，恭喜 QG Happy 获得2018年王者荣耀冠军杯国际邀请赛总冠军。王杯找到了他的主人，他们是 QG Happy。从 KPL 的第一天到今天1001天，他们看到这个水晶推掉，让我们恭喜 Instar Pro。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，谁也拦不住你，让我们恭喜 Instar Pro 大军水晶，恭喜 Instar Pro。就是你们捧着奖杯大声地说，我们是冠军。
要是第六个海底医生总冠军，让我们恭喜 TS 获得2020 KPL 春季赛总冠军， KPL 历史上第六支冠军战队，同期属于你们的翼龙飞，让我们大声喊出冠军的名字 TS。恭喜南京 Hero 周晋获得2020王者荣耀冬季冠军杯总冠军。有点抢不住，拆家就赢了。恭喜南京 Hero 周晋。青黄只有胜者为王，碰杯杯吧，就为了翼龙杯，你们是冠军。那两个再往前进，水晶风三，让我们恭喜武汉 InstaPro 4-1获得2021王者荣耀挑战者杯总冠军。海到天边，天左岸，山登绝顶，我为峰，碰杯吧，捧起冰封皇杯，你们子阳拿下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武汉 InstaPro 4-0横扫重庆狼队，获得2022 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春季赛总冠军。承载着职业选手梦想和信念的银龙杯正在缓缓升起，银龙杯见证了王者再度归来，冠军了，回来了，恭喜重庆狼队战胜武汉 InstaPro， 夺得2022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夏季赛总冠军，就像星空下的獠牙利爪划破了星空，捧杯吧，你们是冠军。一个冠军在下决失利之后再次看到水晶，武汉 InstaPro 压进去，所有人集合，恭喜武汉 InstaPro王与诸君皆无所，碰杯吧，武汉 InstaPro。
城市的名字。怎么强劲的攻击，李国珍你倒了，射手没了，射手没了，进球点球进了，